哦，汉堡包，你不是说要放大招吗？大招呢？切，你等什么？等下让你好看。咦，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你现在肯定是在垂死挣扎吧？哼，不跟你口舌之争，先让你尝尝组合 boss 的厉害。 boss 都给我上，加钢特额给我现充。呵呵，现在你的加钢特额就是来给我下牙缝的，太多鸡了吧，看看我有多少玉米加农炮了。不要，给我跟上，一定要给我豆奶糖一巴掌。切，就凭他能打到我，我就吸啊。不要，打得好。奶糖，你刚才说就吃什么啊？没啥，这个臭乌妖竟然还敢跑上来打我，气死我的。哼，我还有火神虫，冲啊，消灭植物。切，汉堡，你就忘记了你这个火神虫干了什么戏吗？嗯，怎么僵尸突然坐了起来，奇怪。最后一个野猪骑士给朕冲锋。嗯，这个野猪骑士怎么也这么奇怪。哈哈哈哈，我的计划快成功了。什么？汉堡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怎么感觉后背凉凉的？不行，我得买点植物以防万一。就是现在，给我出来吧，我的最终 boss 法老蝎。什么？汉堡，你卑鄙，趁我种植物偷袭我，这个法老蝎怎么这么大？哈哈，因为他继承了之前所有 boss 的能量。原来这是你的阴谋，别打我的植物，我打死你。什么？他竟然还能放技能啊！打不过快跑，我得吸引他，不能让他打到我的植物。没用的，法老蝎可以免疫植物的攻击。小奶糖，你认输吧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我可是有加特林的，去死吧。我发现落点了，就是妒忌。呵呵呵，汉堡，你输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